04/01/01 Question one, Mary always 成日做功課 ，he she 嚟啊嘛 ，he she 嚟。第二類動詞 does。Chris 就中意收集 like 後邊跟 ing， 通常 like 後邊通常跟 ing。Collecting stamps。你得閒嘅時候會做乜？有的嘅意思，的嘅意思第三排。Your spare time。Question four， 日期按啊嘛。Saturdays 點解有 S？ 因為一年有52個星期，所以星期一至日係可以加 S， 冇問題。第五題，我成日玩樂器 ，sometimes 永遠有 S，sometimes 永遠有 S。六，後生過佢，短音節，比較 younger than。七，最重，有 the superlative 界定一個範圍 ，superlative 一定係界定一個範圍。Heaviest Y 響音 IEST 21蚊冇遞嘅關係，幾時用遞嘅關係？呢度冇遞嘅關係 $21 用遞嘅關係，通常係個次序，住幾多樓有遞嘅關係，排第幾有遞嘅關係，通常有遞嘅關係就有 the， 冇 the 咧就用翻個 number 搞掂，食碗面。九，通常朱古力就不會 bunch 嘅 ，bunch 通常跟 flowers， 所以呢一度可以轉 bar， 通常一條朱古力 ，a bar of chocolate 或者 a packet 一包 ，a packet， 三包薯條，名詞眾數 packets 還 packets， 唔好攞亂 pocket 係褲袋咯，一個 O 一個 A， 幾時生日11 ，When's your birthday？Different 通常跟眾數嘅 Y 響音 ，hobbies。Tins 咧用罐頭刀開嘅，可樂唔需要用罐頭刀開。Cans 豆豉鯪魚就 tins， 唔需要罐頭刀 cans。你有冇 brothers？ 有冇 sisters？ 就算冇都好，都要眾數。Sisters 名詞一般嚟講行眾數。你中唔中意 ？Do you like？特細希斯用 you 用 do， 兩日前 simple past 事情發生咗，時間好清楚。simple past 事情發生咗，時間好清楚。went， 佢中意跳舞 ，like 後邊跟 ing， 通常衣尾都唔按 dancing。does puzzles 擺到明算錯，執分嗰啲。第十九啊 ，must not 第三類動詞，第三類動詞後邊咪用原式。第三類動詞後用原式，就咁簡單，就咁簡單啫。好，重温少少形容詞，記住形容詞得兩個擺位嘅啫 ，be 後邊或者名詞嘅前面有的嘅意思。形容詞可以做比較嘅，第七題咪有比較咯，第六題咪有比較咯。形容詞有比較嘅時候，要判斷個音節長定短，一比一，最嘅時候通常有對。最的時候有得，希望今天這19題會幫到你，加油。